在这敲窗户，我这500多度近视，迷迷糊糊睁眼的一瞅，没给我吓醒梗的。王大仙儿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冲出啥了？这狗咋都在外头呢？诸葛不睬，趁大狗不在屋，又把狗洞锁了。群众里有坏人呐，整什么玩意儿啊？嘴上，你有精神病啊？给他们锁外边，就是为了独享什么段子呗？你给我等两天的啊！还上了好几道锁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吧。我以为我能睡觉了，巴特。3年多了，又给我整醒了。诸葛不睬，你是不是有那个大病？就是一点一点磕，我要是没抓现行，我都发现不了。白天装的知书达理、胸有地宫的，大半夜的你现原形了，能不能老实睡觉？能的话上这儿趴着来。Later。哎妈，怎么臭呢？给我熏醒了，臭味打这儿来的。诸葛不睬，你放屁！